一个车祸命案的嫌疑人被发现急昏卧倒在自家，那就是他。有任何的印象吗？没有。根据其他同事的描述，你们其实见面过很多次。我不认识这个人。所以他在说谎。我相信他，到时候后悔你就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。是我吗？你也怀孕了吗？杀人凶手！杀死你都没用。何小姐，你到底知道还是不知道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8月17日，周日晚间10点，公视人生剧展《失忆症》。